网上见面，我最讨厌这些玩谐音的。通常玩谐音的啊，他的食物啊一般般，不行。老公，有人讲你不行。讲我不行？喂，我就讲你煮面不行，不是你老婆煮你那种都不行。我什么都行，进来试一下。好吃，好吃，味道又好，真的好吃。卤面好不好吃？好。要柴面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真好料啊！哇！老板，你这里开了多久？刚刚开了4个月。老板，你这里几点开到几点呢？我是从傍晚5点开到凌晨2点。为了派都帮忙顾一点你哦，大哥。老板，你这里什么介绍？我这里主打是福州面啊，有干捞福州干捞面哦，福州的卤面哦。鸡脚面哦，还有很多福州的面啊，蛋面啊，那些看你们要怎样子煮都可以的啦。刚才听你介绍肉面干煲，实在没说服我，搞啥八糕了？那一句是我呀，喜达蟹，蛋面干捞，蛋面是福州人特定的面条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种面类是以面粉、蛋，通常都是在家里制作的。外面很少吃到，平时都是拿来煮清汤。干捞没有看过，其他蟹啊，一些看不到秘鲁，几羊香，几羊香，小绿羊，一个加走啊咩，好靓咩？嗯，烧肉也好吃，还有给你煮油渣，一碗钱你给我的大锅，炸刀鸡1碗3块钱，配那都几好的，喂哈。哎呦嘞，这配面不含大骨啊！哦，一碗弄眼干锅7块钱。听讲你的卤面啊，捞得么变，那口味如何？味样么样啊？不一样啊！我的卤面里面啊，有笋啦、啊，鱿鱼皮啦、啊，然后木耳丝啊，还有一些秘诀啦、啊，啊，不可以全部讲出来啦，很好吃的，很有福州人味道的。不要模样啊，老了卤面没吃没空。叫你啊，我相信了，叫你摸我也空了。你那没空去，是哪些咯？那吃多一点。好的，谢谢你老板。哎，帮我闻一下。很好吃哎，一流哎！